一个小岛的坚持，一个香港人的故事。雷安娜首次同一剧场合作演出舞台剧《一面情缘》，由一碗云吞面开始，与你经历四十年的变迁，同寻往昔香港情、香港味。《一面情缘》舞台剧，9月3日 Michael J. Fox Theatre， 查询6048311633。